好，再看到北韩朝中社在今天就表示，在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示导下，成功试射了新型自主导引飞弹。实际上，在前一天呢，中俄的元首才刚在北京重申对北韩的支持，同时美韩也恰巧在周四动用了先进隐形战机进行联合空中演习，显见这一次的试射挑衅意味相当浓厚。朝中社还表示说，金正恩在视察之后表示相当的满意。